当你开着新车去见老婆。帅不帅 ？Respect， 一样。现在来接老婆。那送给你一朵鲜花。这花都多久了？不要，拍照。啊，什么态度啊？拍照。这个找不到你，烦死了。哦，我是跟你说，你对面对直出来，没错吧？我说一点毛病没有吧？车太小了，看不到。挡光了。哦，下次要开个飞机过来哈。新买的钥匙壳好看吧？皮卡丘。对啊。重新问你啊。嗯，皮卡皮卡。我的电动车呢？这电动车被我停在家里面了。那你这么近开车过来干嘛？电动车不行。这车才没买两天，一天不开，我浑身难受啊！假不得的皮儿，在哪里啊？就我朋友都店这里啊，就也是在这个桥下这里。当时你跟猴子也来过的嘛？哦，喝酒啊，知道了，马上等我换一身衣服，我这个睡衣都穿起来了。哎呦，啊、好，好，我马上到啊！干嘛？哦，好，等一下啊。嗯，好。去哪？我朋友叫我出去喝酒哎。喝不？喝呀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带我不？啊？带我不？你要去吗？不去啊。啊，你不去就好。所以你不去啊？你不去就我就不要去，这什么逻辑啊？那我问你带我干什么？去吗？带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我不去啊。你不去我去啊？没错，你不去我不去啊。我不去，所以你也不能去啊。你不去我怎么就不能去了呀？所以我去你才能去啊。我重点是我今天不想去，所以你也不能去。喝吗？我喝一点点，只喝一点点。最后问一遍，喝吗？想好回答我。我不喝，不喝酒，我就吃串儿。去吗？去啊。最后想好回答我，去吗？去还是不去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无敌酒，这是美丽的脚。你的脚好香啊。我走了，我快赢了。我很快就回来了，一会儿就吃串儿，我又不喝酒，不喝，今晚不喝，好吧？得几点回来？12点吧。狗腿给你打断。现在才还没到10点，我10点半回来吗？回吗？得10点半回来，你要喝了一滴酒，抽了一支烟，你就不用回来了啊。行，好，10点之后10点半你不要睡着了，睡着了，等一下你就不知道我回没回来。不会，我会刷抖音的。等着你呢。啊，走啦。给我把衣服穿上，我就走了。你把这玩意儿带着干嘛？嗯，这个带着有安全感呢。啥安全感？这是属于我的安全感了。属于你的安全感？对，这说明带着我就不会喝酒了。我只是放别腰上，好看。没毛病啊，别来，别。我很快就回来了，给你装个，拜拜。过来，没有，拿去吧，还你，去吧。哎呦喂，兄弟们，他终于出来了，他出来发现时间已经马上10点了，还有半个小时，肯定来不及了。哎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爱谁谁，怕啥呀？